咁香港時間就11月2日深夜啦嚇，咁啊live 就仍然係會員版啦。咁啊嗱，如果你係曾經舊會員嘅，我揾到你嘅 email 嘅舊會員，我知我嗰個 server 個舊會員唔係 YouTube 嘅會員。即係當然你如果你話只 YouTube 會員，你問我都可能會俾 discount 你嘅。即係60英镑 discount， 咁但係個限期咧就係英國時間11月1日23:59 ，OK， 英國時間為準，唔係即係依家仲有7个钟啦，係啊，7个人，8个钟，你問我就係啊，我依個係一個特惠嘅 ，OK， 咁但係如果其餘咧就係72英镑130蚊加紙或者140蚊紙 ，OK。好噶，咁啊言歸正傳，咁又係講 AI，OK、okay。我發現咁嘅，我每一集講 AI 有關嘢咧，都有2个伊朗嗰啲垃圾 server， 應該係中國人經營嘅，黐住啲乜嘢 OTC 啊、幣啊、賭博啊有關嗰啲嘢，嗰啲跟住就抄咗個片，然後就黐住嗰啲嘢。我相信依個都係同邊啲人做，其實我知嘅喎，牛證肯定有關嘅依個，即係做呢啲咁嘅嘢係有人睇到嘅，唔好以為冇人知 ，OK？ 你用邊間 hosting 公司我都知道，但係點解我次次講 AI 嘢都會咁樣嘅？因為中國人我 AI 做真係作奸犯科嘢。因為你香港如果有人香港有錢好投資 AI， OK， 我知嗰啲擺明做中國白手套嗰啲啊，做好耐嗰啲唔會有好嘢啊！我同你講，肯定有冇好嘢啊！而依單嘢就更加證明啦 ，OK， 即係甚至有啲美國公司都有幫手啦。Meta 咧都不嬲想做自己嘅。佢有一個叫做草泥馬啦，因為佢意思就羊駝，佢嗰個大語言模型嗰個名嘅意思，Llama 3。咁啊，我就自己就唔傾向用 Meta 啲大數據模型嘅，因為我唔知，因為雖然就算話 open source 都，第一我唔知 Meta 想做乜，第二實際用嗰時，如果你 Meta 嗰啲 AI 真係咁掂啊！你嗰啲中國嗰啲擺明係呃錢嘅咩炒股黨嗰啲 comment 就唔會搞成街都係啊！講真，嗱我就管得嚴嘅 ，OK， 我見到有炒股黨嘅嘢我就 ban 嘅，嗰啲連 user 都 ban 埋嘅我。但係你知出面好多人就冇咁多時間，亦都冇咁嘅精力去管呢兜垃圾嘅。我就唔同嘅，我係唔單止係 report， 我唔知係 ban 嘅，我係 report 埋嘅我。但係你諗下，如果你 Meta 嘅 AI 係掂嘅話，照計咧就應該做得掂呢樣嘢啊。所以我諗，所以其實咧我自己就唔傾向用 Meta 啲大語言模型，即係 OpenAI 個 GPT 咁多人用 ，OK 係有原因嘅，即係甚至 Google 嗰個大語言模型。型咗做得唔好，所以你見到依家你 OpenAI 個 ChatGPT 有 search 嘅功能，咪會威脅 Google， 有機會威脅 Google 就咁解咯。人哋準啲啊嘛，人哋做得準啲，咁有機會威脅 Google， 依個好清楚。咁問題就係依家咩俾人周到嘅 Meta 呢個咁嘅所謂嘅大語言模型咧，就俾我解用嘅，原來 OK。解放軍就有人發表個文咧，就利用依個模型進行一啲軍事嘅 AI 應用，係即係無論你如果軍事 AI 應用好多種啦，即係戰場情報到點樣維穩鎮壓民眾 ，OK？ 呢個啊 Meta 就聲自己話我唔準中國政府做依啲嘢，唔准用於軍事用途。問題係。我唔信 Meta 乜事都唔知道喂 ，Meta 做衰嘢，我講依度嘅觀眾對 Meta 做衰嘢依個 concept 係好清楚嘅。大家仲記得一個叫陳樹嘅人嘅嚇，以前做幾多啲賤嘢㗎，係咪先？
我依家都冇改善，依家唔係改善好多啦。如果你依家你 Meta 真係揸只你個 community standard 嚟做啊，你就唔會點啊？哦，你而有關嘅 page share 咧就會俾人搞嘅 ，OK？ 就話依個 spending 咧即刻就 delete 咗嘅 ，OK？ 跟住你嗰啲譬如搞人身攻擊啊、bullying 啊嗰啲咧，就永遠都唔喐嘅，係咪先？包庇嘅，擺明包庇嘅，係咪先？即係最初都寫 email 俾Nick Click 都仲有啲，都有啲，都仲有人聽財客嘅，之後就冇嘅。你咩事啊？依家咪好清楚咯。你擺明你 Meta 裏邊啲中國員工幫你繞過所謂嗰啲 open source 個 large language model 裏邊限制，又俾稿解用啊！跟住我都相信有部分嗰啲走私嗰啲 H100 啊、A100 啊，就係用喺依用途上面。哇！賤到一個點啊！賤到一個點啊！所以依家其實我覺得即係依家就收到依樣嘢。喺 Meta 講到自己唔關事，我就唔係咁樣睇嘅。我就覺得其實應該係要踩 Meta 依間公司。Meta 依間公司裏邊啲中國員工已經去到，我相信有部分係解放軍啲人，或者係香港政府裏邊啲人，因為佢哋係幫緊香港政府維穩噶嘛。你諗下之前有啲人用 Facebook 俾人周嘅，我相信係同香港政府有關咯。係咪先？你有冇協助香港政府？你自己心知肚明啊 ，Meta。你有冇幫啲即係點啊？係咪警察有警高級警員攞咗張卡片出嚟搭出嚟就可以點啊？幫佢老公重開個 page， 你大家心照啦呢啲嘢，呢啲賤嘢大家心真係心照大家。你都唔好講，你依家喺其他 Meta 嘅平台上面嗰啲五毛啊嗰啲，哇多到嘅。即係如果你唔主動清理嘅話，嗰啲五毛啊真係咁衝上嚟。即係我諗都係咁嘅，啲五毛就係、是、如果佢知道你肯定會 delete 佢啲嘢咧。你執行得很徹底的話，他班人不敢上來，因為他知道白了嘛，他知道白了嘛，甚至是被人 report 回頭，就是有時候你 report 得高調，他都要動的，他都要做事的，他又不會完全不做事的，班友要不然怎麼做戲，是吧？但是如果你搞到就是你的 large language model 可以給老闆用，說得難聽一點，就是你戲都不演了已經。你幫解放軍，你話美國公司依方面養唔熟咧，就其實就一以貫之嘅。我點話一以貫之咧？美國有班人咧係做生意貪錢嘅，二次大戰納粹德國寫好清楚嘅。喂，你諗下納粹講嘅車裏邊，納粹德軍嘅車裏邊有嚟自美國嘅引擎，福特嘅引擎。喂，IBM 的電腦協助猶太人大屠殺 ，OK， 因為如果嗰時唔係叫電腦，叫打卡機 ，OK， 即係如果你冇 IBM 嘅 system 咧，就係冇辦法知道哦邊度係有依個猶太人嘅聚集地，邊啲人係猶太人，然後攞曬殺嘅，即係 IBM 呢樣嘢係唔可以唔承認，甚至你話可，大家記得一隻汽水叫芬達嘅 ，Fanta 係德國嘅，其實源自。嗱，芬達係點嚟嘅？嗱，當然現代嘅芬達咧就同原本德國個版本就關係唔好大嘅。喺二次大戰開戰冇耐咧，其實即係已經開戰咧，你美國就禁運，進一步禁運，你就好難可口可樂德國分公司咧就好難攞到嗰啲糖漿嗰啲，即係可樂。你知可樂啲糖漿一定係美國嗰邊嚟。美國那邊又再溝做 bottling 嘅就溝，因為佢個配方問佢個特殊配方問題，即係佢個神秘成分嘅問題。如果神秘成分應該都係啲唔係一啲有害嘅嘢嚟嘅，咁佢個神秘成分就咁嗰時就攞唔到嗰啲嘢，咁啊點算咧？就溝咗佢，佢就要出隻汽水出嚟作為呢個 Coca-Cola 嘅 replacement。他就根據當時納粹德國留低嗰啲剩餘材料，嗰啲嗰啲農業嗰啲，即係譬如甜菜頭啊嗰啲剩餘材料，又溝出嚟。咁佢個名字就叫 Fanta，
OK，Fantasy 德文嚟嘅，就係 fantasy 嗰個意思。咁啊，係去到二次大戰之後咧，就咁商標當然美國嗰邊接收咗啦，因為本來係可口嘅公司嘛。咁啊，跟住就停產咗一段時間，係去到1955年嘅現代嘅芬達就1955年嘅。1955年就產汁啦，就變產汁汽水 ，OK， 即係變咗唔同嘅雜果汽水 ，OK， 即係依家配翻1955年嘅product 嚟嘅 ，OK， 1955年嗰時義大利 ，OK， 義大利呢個義大利可口公司就將芬達個配方芬達服改咗做產汁汽水，即係有時我諗啲依啲義大人識唔得出佢，啲我都唔明嘅，佢即係佢源自歐洲嘅。你諗下嗰個年代，納粹德國年代，可仲諗住喺點樣喺納粹黨之下做生意，做咗隻汽水俾你。你可想而知，美國公司北歐都係覺得就係為咗做生意，佢哋個意識形態有啲唔係真係咁強。北歐都係呢個問題。你甚至你睇翻依家就 Lockheed Martin 啊，以前叫 Lockheed TriStar 本來係想賣去蘇聯，因為蘇聯啲客機唔得咯。你咁啊，嗰時冷戰年代70年代、80年代冷戰年代，你 Lockheed 公司係做幫軍方做嘢嘅，你仲諗住做埋蘇聯嗰生意，黐線！咁咪就係美國公司有依咁嘅慣性，你其實就 Meta 就好表都唔係。Meta 比 Google 仲離譜啲添 ，Google 已經好離譜嘅喺我眼中，但 Meta 咁多間裏邊最離譜，即係嗰種無恥性，即係你 Google 佢都仲有個譜嘅，即係你譬如你有啲嘢太離譜，佢仲會同你傾，佢仲諗辦法同你 handle 個問題嘅 ，tagger 問題，即係當然佢裏邊嘅嘢好鬼多漏洞，但係因為佢個 program 個 program 曲太大啊嗰個唔係咁容易嘅，但係問哇你 Facebook 咩嚟㗎？Facebook 咩嚟噶間公司？大家心照啦，即係咁多查前狂魔點嘅，咁多群妖亂舞，依單嘢咪捉到正咯。以前我哋講呢啲又話啲 Meta 投共係冇證，啲人就成日話我哋冇證據啊嘛，話我哋係想當然啊陰謀論啊乜，依家大佬你捉到正喎、啊，解放軍發表嘅話我用 Meta 個語言模大語言模型。幫點啊？做到中國政府要做嘅嘢喎，即係當年仲有咩人都買啲 A100 H100 俾咩中國軍方，我估好快有人會周嘅，應該好快都會有人有麻煩。但係當然你話解放軍都仲除咗用走私方法，仲有啲奇招嘅，譬如你誒用啲舊嘅機，其實都行到嘅，即係行得慢咯。但係你知解放軍有好多奇形怪狀況，只係軍防。你就可以睇到你 Meta 間公司，你話有你有阻止嘅話，你一定係有辦法寫個模型係解放軍一定用到嘅。但係如果你解放軍用到就係、是、你一係你嗰啲限制係留得就係、是、OK， 太留啦 OK， 即係啲人做乜都得唔先，即係攞嚟做 defect 都得嘅。如果咁樣嚟講就好恐怖嘅。一係咧就係、是、你根本上就係你 Meta 裏邊有員工去協助繞過依限制。我都其實近排都好奇怪，好多啲 defect 嗰啲片嗰做嗰啲新聞。做嗰啲新聞，喺做美國嗰啲成日用嗰啲扮 CNN 啊嗰啲去做有關即係 Trump versus Harris 嗰啲新聞，即係意同擾亂美國選舉。呢個好明顯係老界做嘅呢啲嘢，總參嗰班有做。咁我想問一樣嘢，我呢啲嘢點解可以做到嘅？係邊個協助嘅？所以有啲人話可能係Elon Musk 嘅 XAI 做，但係我覺得 Elon Musk。佢有可疑，但係佢冇證據。有 Elon Musk 依條友係究竟係佢真正嘅諗法係點？因為 Elon Musk 係真係做軍工嘅，軍工嘅企業嚟嘅。佢 SpaceX 其中係軍工有關。佢有咩任務唔知道？即係佢同中國親近啊，有咩任務喺後面唔知嘅呢、這個 ？No one knows。我諗 Elon Musk 係知道阿 Trump 係好憎中國嘅，憎中國憎到入骨嘅。即係大佬，你雜誌肺炎嗰單嘢唔會就咁算數。但係 Zuckerberg 就唔係咯 ，Zuckerberg 係咩人？大家心照噶嘛，已經所有環社會人都公認，依條係
尤其是你想想你會覺得 Zuckerberg 會走去讚揚台灣的民主嗎？不會的嘛。尤其是 Elon Musk 瘋瘋得得啫，所以你當初 Trump 說呢，Trump 說話Elon Musk Zuckerberg 拉得的，他是這樣說的，都不是恐嚇的，有些道理的，就是Elon Musk Zuckerberg 這個拉得，不是因為他要幫他會有Elon Musk，是因為Zuckerberg 的行為真的拉得的。你現在你搞個這樣的模型，你這個是違反美國的那些出口法律的，隨時你開源，你 open source， 你真的那樣東西可以，你真的 open source 後面有辦法阻止中國 access 那些東西，如果不行的話，其實你應該 close source 啊。你現在是擺明就是，你如果你是 close source， 美國政府都會及到實，你有這麼強的大語言模型，我 OK， 我看到你實，他跟著就說我 open 我 source 的，擺曬公海的，跟著就諗著，但暗地裡就有派人員協助中國解放軍掌握這些科技，你怎麼知道啊？即是你問，你明白，即是Trump對Zuckerberg都憤怒，不是因為他當然Zuckerberg ban了他的account的，不止的，很多人都對他很憤怒的，是你這一種食碗面反碗底的行為是很離譜的，這呢單嘢係好嚴重嘅事件嚟嘅，依單嘢依家俾人周中啦，我睇你點復咯。係咪先？你話何錦麗上台，或者未必問到咁應，係咪先？Donald Trump上台就好難講啦。Donald Trump上台同肯定身受夠遠一刀青嘅，肯定。我諗好多人都從佢身受夠遠一刀青，但係當然你話Facebook 嗰個影響力嘅不大如前嘅，少咗好多人用 Facebook， 即係我亦都可以順便講嘅。我依度嘅 traffic 來源係邊 ？Facebook 不夠 0.1%， 我認真。啲人問點解你都唔係好檢經營嘅 Facebook？ 好簡單啫嘛。如果當 Facebook 嘅 traffic 嚟自0.1%都唔夠時，我點解要做 Facebook？ 頭先你話做其他就算即係 Facebook 公司即係 Meta 所 related 嘅平台 ，Instagram 就唔可以俾 link 嘅。OK， 你話 Threat 我又唔覺得。OK 的 ，OK， 即係我覺得成個 Meta 嗰啲平台都係咁樣垃圾。你話 WhatsApp，OK，、okay? 我依度 WhatsApp 嘅來源好多就嚟自藍絲户口咯，嗰啲 hit and run 搞 disk 嗰啲户口咪嚟自 WhatsApp 咯，係咪先？大部分都嚟自 WhatsApp 㗎，仲要同 China 有關㗎，好鬼過癮㗎。即係有啲嘢大家心照嘅，有啲即係你。Meta 嗰啲 product 已經唔係嗰回事，但係我成日講，如果你話 Meta 有高層俾人拉，正常，因為你 Zuckerberg 成日都諗住就係點樣進軍中國市場 ，OK， 成日都個心思就係覺得中國，即係當然其實你熟中國經濟，知道中國市場冇前景，但係 Zuckerberg 我睇過佢唔死心，佢仍然係好迷戀，就係話我人做好多個市場 ，OK， 佢仍然係舊 dotcom 嗰套理念嗰啲人嚟嘅。web 二就是要啲人數好多，啲 user 人數好多 ，OK， 人數多就可以點啊？你嗰啲投資者就會好容易上當 ，OK， 咁但係事實上唔係嘅，人數多唔代表你人好嘅 ，OK， 要實際有幾多人用先係最重要 ，OK， 你係實數收幾多實錢先係最重要，唔係嘅喎，你辦到好多 user 咁跟住就大家就會廣告商就理所當然。我想廣告商如果明知你啲 user 有問題嘅，即係你玩空氣啊，玩空氣嘅話，就大家要你啲 user 做乜啫？係咪先？好，你知其實有啲 user 玩空氣嘅，係好清楚。即係有啲 user， 你就 YouTube 都有呢個問題㗎。YouTube 有啲即係擺明係空氣 user 㗎啦。係咪先？第一識，第一知咩？大佬，即係我係會打擊空氣 user 㗎。OK， 我會 ban 空氣 user 㗎。我不是跟你講笑啊 ，OK， 我依度好清楚噶，你是空氣 user， 我知道你是假 user， 即係擺明 hit and run 嗰度，我一腳伸出街，因為依個唔係廣告商或者唔係 content creator 希望要嘅 user，OK， 依個係好清晰嘅，但係你今日你 Google 都唔少，但係 Google 都會仲要打擊空氣 user，OK， 會我都見佢會 remove 啲空氣 user 嘅 ，Facebook。
Facebook 會打空氣烏沙，就唔會有咁多炒股黨喺度 V 運運啦。大佬，你睇財經嗰啲 fan page 睇 comment 睇到敏噶，台灣啊、香港嗰啲都係一堆乜嘢咩炒股筆記啊、咩玩股筆記啊，係咪先？我頂佢個肺！我真係見到嗰啲真係粗都爆埋嘅真係。呢個就咪 Meta 間，即係我覺得 Meta 間公司係咪有協助呢啲賤嘢咧？大家心裏有數啊！所以你對 AI 嘅監管係全面要封鎖中國，係即係你唔單止係唔準啲人用 ChatGPT， 唔準啲人用係甚至我覺得係連 graphic card 都可以唔賣噶，全方位封鎖係冇辦法嘅。中國係唔應該喺解放軍未搞清楚佢用我 AI 做乜之前，係佢根本就任何 AI 嘢都唔可以入口。要去到呢個位，要徹底封鎖中國嘅 AI 應用。因為你班中國人用啲 AI 嚟為非作歹係事實啊嘛，係咪先？你都唔係第一日㗎，即係甚至你話海外有啲海外華人做埋曬啲為非作歹嘢嘅，喐佢啊，係咁樣啊，去到呢個位啊 ，AI 唔應該危害人間㗎，講真。即係你話之前仲係技術未去到好先進嗰時 ，OK， 大家都可能仲有啲容忍空間。依家如果你去到嗰啲咁強大嘅時候咧，而且你有一個咁嘅叫中國人民解放軍嘅走去威脅全世界人安全嘅話咧，我就唔可以。依家個問題係你好多啲，即係你話好多人都仍然覺得嚇，即係嘗試要做中國市場，甚至黃仁勳都係一個問題。黃仁勳，中國市場絕對不能做。中國是你，除非中國有一個明確的 promise 話，我不會用這些東西做壞事，但你信中國會有這個 promise， 是就不會，這個世界不會那麼亂啦。你這麼清楚，即是你如果是的，個世界美好很多，不是的，沒有這件事。中國是不會 honor 這個 promise 的，中國不要問這個，即是中國是不會 honor 這件事的，所以我我話依家要，依家我覺得大家要留意就係美國會當衝上台之後會對中國嘅 AI 封鎖去到咩地步，應該會好嚴重下，因為你跟當然你話會唔會當衝直呢件事點啊？乘機上拉拉阿蘇格嘅未必啦，未。即係等於話咁，何金你當選咪冇事咯？嚇，就算何金你當選都可能有事嘅，因為你依個真係過世界嘅，真係過界嘅。咁啊，你拜登政府之下，你 Open AI 都唔敢俾 ChatGPT 俾中國用啊！你甚至你話你係啊新嘅 iOS 有 Apple Intelligence 啊，我未裝啊，但係點咁又點啫？你新嘅係啊新嘅 iPhone 啊 iPad 有 Apple Intelligence， 但係佢唔會俾。但係問題就係你香港，你要香港 IP 就唔俾用 OpenAI 嗰部分一樣嘅，一樣，慢慢都會係咁，全世即係我諗全世界都會。如果中國嘅 AI 技術係會危害到人類社會嘅和平同穩定嘅，同文明嘅，咁你中國人就唔好識 AI 啦。AI 唔關你中國事，即係 AI 咁 powerful， 應該係俾一啲有自制能力嘅民族或者文明。如果你沒有自制文明的民族，哎，文明呢，不要用。即，哇，黃先生，你怎麼這樣改？沒有啊，你現在就是怎樣，給這個後國家有齊飛機大炮那些，即很多後國家就是怎樣，武器現代化，殺人方法現代化，大家做人的方式不是現代化，不尊重現代文明價值，還是維持中世紀，哇，這些就玩夠了，這些真的夠了，你看伊朗那些就明白了。你睇阿富汗啲明咯，殺人科技就要現代嘅，但係而家去到嗰啲宗教啊嗰啲問題嘅管治咧，就係中世紀嘅，你叫佢收皮啦。即係我真係太多依啲咁嘅邪魔妖道嘅，其實有嘅。好啦，咁啊，依一節講到依度啦，咁就下一節就睇時間，因為我今日啲新聞可以做少啲嘅，始終萬聖節啊，萬聖節第二日翌日啊 ，OK， 咁我講到依度。